六月七号是高考的日子了，祝所有大哥哥大姐姐们都金榜题名。橘红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没有了，但是桃子大福生奶超好吃。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生活小妙招，你看今天不是没有了吗？来，你看把盖子盖得紧一点。看清楚了啊，现在奇迹的时刻到啦。当当呀，就一口。我们来给高考的哥哥姐姐加油了，这就是高考的现场，还有两分钟高考成绩出来了。考试时间结束，大门打开了，出来了。最先出来的是三个大哥哥，那是大哥哥先出来。小宝给哥哥姐姐送魂，我在小沙沙天遇见了另一半，这座沙沙